科杂病，重点是讲内科杂病的病因、病机、诊断、治疗以及它的预后和护理的为主的一本书。除了内科杂病以外呢，还讲到妇科病和部分的外科病。所以这本书呢它就讲到了杂病的成因、辨证，用什么方法来辨证然后治疗的法则是什么，以及杂病的预后。那么讲内科方面的杂病的呢，由第一篇就是脏腑经络先后病篇，一直到第十七篇呕吐腋下痢病篇，都是讲内科杂病的。至于十八和十九篇呢，它是讲外科病的，苍痈、肠痈手指鼻肿胡结病等等，这些属于外科性疾病的诊断治疗的。第二十篇到二十二篇一共三篇，它是讲妇科杂病、妊娠病以及产后病的，所以它包括内妇部分的外科病在内，讲这些病的这些病的发病的成因、辨证、治疗、预后，讲这些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好看那个杂病呢，一定要学好这本书的基本理论那么这本书一共讲了45种病内科杂病45种病，条文有400多条和200多条的方，其中有方没有药的也有，比如黄连散它就没有记载用什么药有方无药的，有些呢不合体例的，就是病机和用药不符合的也有，那个是属于经验性质的方也有，这些除外不计算在外。其实实用的方就是168个方，168条方，药呢有147味，其中对各个方的煎服法、服药后的反应都有详细的记载。你看张仲景很重视怎么煮这个药，这个药要怎么泡制他都很重视。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医生呢，开了一条方，好，行了，可以出去了，他没有告诉病人怎么吃，所以很多病人他会倒回来问医生，这个药要怎么煮，煮多长时间，一天要吃几次这些你都要告诉他的，现在很多人都不告诉病人了，所以开出来的方呢，总使你这个方很有效，可是呢也达不到预期效果。春节前就今年今年春节前
我跟一个西中班的同中西结合班的同学，他这个差不多要期末考试了，就发高烧，后来呢就在附属医院这里打吊针。我是在卫生所，我们学校的卫生所那里见到他，我去哪里拿药，他也去哪里看病。我问他，这怎么你穿那么多衣服又戴帽子啊？他说，老师我发高烧了。我说是不是感冒，他说是。后来呢我也没有管他了，我就拿完药我就走了。第二天他就发一个，第二天下午他发一个短信给我，两点半钟我起床收到一个短信，他说老师你起床没有，我是你昨天见到的那个学生，姓李啊。他说我昨天去打了吊针以后，消炎药以后，当时是退烧了，但是今天下午刚才两点钟开始一量体温，比昨天还更高了，高了 0.5 度，比昨天更高了，问我怎么办。我说我开点中药给你试试看，喉咙痛头痛，他说我的头好像爆炸一样，喉咙也很痛，恶心呕吐不想吃啊，恶寒发热，全身疲倦乏力，这样来。我说我开个方给你要，他说要不要去，还要不要去打吊针。我说你先吃我的药看看啊，如果确实退不到，你就晚上去打也不迟。结果我根据他的情况，全身骨痛啊喉咙痛啊这些现象，我就用金匮的麻杏益肝汤啊，麻杏益肝汤跟这个银桥散加藿香加神曲芦根还有这个茯苓，这些给他祛湿疏风清热解表除湿。结果呢到了傍晚的时候五点多钟，我下课了，他又打一个电话来说，他说老师我现在呢吃了你的药，他说我当时就去拿药煮了，出了第一次药现在还有发烧。我说有没有比以前，就是比中午的时候，就是两点多钟的时候会退一点点，他说是好像退了 0.3 还是 0.4 度，我就忘了啊。我说说明这个中药有效。他说老师赴宴的医生要我去打激素，他说你认为好不好，我说我认为不好，你不要去打。后来我说你赶快将那个药渣再复扎一次，要吃两次。后来他就通完电话他就又去复扎了，后来又煮了一大碗喝完了，到了8点多9点钟左右晚上打电话来，他说老师我喝了你这个药以后出来一身汗，全身湿漉漉的啊，跟着呢烧呢现在退下来了啊，还差一点点啊。他说怎么办呢，我说可以了，你最多是多吃一个这个烟利爽，因为他喉咙痛了，我说你含一点烟利爽啊。结果第二天的下午我去跟他上课，他来了，我说怎么样今天下午，他说今天下午不发烧了老师。后来他发一个短信来，我这里可能还有他的短信啊，他说吃了老师你真厉害，吃了你两剂药你都没有看到我啊，就把我的烧退了啊，说明我们吃中药一定起码要两次 BID 是药的啊，必要的时候还要吃三次，将这剂药拿来复扎两次。
没有这个两次服下去，你只吃一次，顶多它这个中药有效成分呢、药效啊，在你身体里面最多维持八个小时就排出去了，是吧？还有24个小时，有八个小时，还有1/3的时间都没有药，你怎么能够有效呢？你看我们金匮，等一下你们学到原文的时候，张仲景告诉我们一天要两次，有时一天三次，有时日三夜一，就白天要吃三次，晚上还要吃一次。这些服药的方法都是很重要的啊！我们没有，很多人开玩笑的说算了，马马虎虎，这样就想看好病，不行的。那么这个是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呢？金匮是以整体观为指导思想，以脏腑经络学说为中心。注意，它是以整体观为指导思想的。什么叫做整体观？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中心的。什么叫做脏腑经络学说？就是用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，以及与这个脏腑相关的经络，它的生理病理，来去进行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学说理论，就叫做脏腑经络学说。你要知道肝脏的生理是什么，心脏的生理功能是什么，肺的生理功能是什么，你要知道它出现病态的情况下有哪些病理表现，你要知道。如果不知道，你就不懂得诊断，不懂得诊断你就不会看病，就那么简单。它是以脏腑经络学说，它辨病呢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脏腑上去的，不是马马虎虎就可以了事。除了这个学说以外，它是以这个为中心，同时呢要结合阴阳五行学说、胃气引血的学说以及拔罡的辨证方法。同学们，大家还记得什么叫做拔罡辨证吗？它有哪些内容啊？记不记得？阴阳表里寒热虚实，拔罡辨证，这个是中医看病的最基本的要求啊！通过辨证，你要明确它是表证还是里证，还是表里都有。啊，是寒还是热，是虚还是实，一定要弄清楚啊。所以这个就叫做拔罡辨证法，用这些理论来说明杂病的产生是怎么产生的，它现在有哪些症状，它是怎么发展的，以及怎么样进行诊断和治疗的，这样的一本书。所以学好了经典著作以后，你明白了脏腑经络辨证的理论，那么你看起病来，用起药来，你就会感到很灵活，甚至可以得心应手。它是以整体观为指导思想。什么叫做整体观？整体观包括什么内容？我们中医认为，疾病的产生跟
病人的体质有很大关系，是吧？外界有没有关系呢？有。所以整体观就认为人跟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，人的阴阳气血的运行会受到外界这个四时气候的影响，会受到外界阴阳变化的影响啊，比如说一天早上中午晚上他们的病理变化就不一样，这些阴阳的变化对人体会影响的。所以你看病呢一定要考虑哪一个季节发病，他感受的病邪大概是什么病，什么病邪引起的。你说现在的感冒应该感受什么病邪啊？就这段时间啊，这段时间往下我就不讲了，春节后到现在这段时间多感受什么病邪啊？风寒湿，是吧？如果你不明白，你看现在的感冒很有特点的，第一是恶风，第二鼻塞流鼻涕，第三喉咙痛发高烧，还有呢有的人会出现呢恶心呕吐便溏疲倦乏力啊，但是有的人咳嗽喉咙会很痒的，喉咙痒这个症状说明是感受什么病邪呢？风寒之邪。如果你不懂得，你就会啊、哦、发高烧了，喉咙又很痛了，给他多一点清热解毒药吧。那你试试看云桥散，你再大量的云桥散你试试看看有没有效。你不用一点辛温解表药，不用一点祛湿药，你看看有没有效，效果就差远了啊。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季节发病，人跟自然界的是息息相关的，这个病它是受到风寒之邪引起的，你就必须要跟辛温解表。很多人都不理解啊，为什么发高烧啊，老师发高烧喉咙痛是为什么？我说你说呢，为什么会发高烧呢？不知道。我说风寒受表，人体的阳气就受到困郁，阳郁就会发热，是吧？阳郁则热。阳郁之人发高烧喉咙痛啊，甚至还烧得厉害呢，由于热血很盛的情况下呢，他还可以伤阴的，出现口干口渴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些呢你都要去想。我们懂得了这个理论以后，他感受的是风寒之邪，可是为什么又会口干口渴呢？你要想，你不想，读中医啊，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悟。要去悟。你如果不去悟，啊，一个萝好像西医一样的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。发高烧我就给他退烧，你再多的石膏也没用，再多的黄连也没用，黄芩也没用，只有你用多了黄芩黄连，这个人他是脾胃虚弱的，他吃了也要拉肚子，不单止烧不退啊，他拉肚子。
我们中医看病不一样的，不能跟西医相比的。发高烧的病人，我为什么要用党参？有时候我还要桂枝，西医不了解的。哎呀，你们中医怎么搞的？发高烧了，你还开党参、黄芪给他吃，啊，又还开那些桂枝，有时候还用附子呢。我在病房用一个病人发高烧，我用附子啊，吃了以后当天就退，当天晚上都退。他不理解的，可是我们中医理解，我们中医就有这个理论，是吧？各个人的体质不同，阳虚的人感受外邪，他发高烧，你说要不要温阳解表啊？他气虚的人感受外邪，要不要补气解表啊？他阴虚的人感受外邪，你要不要养阴解表啊？大家都学过，可是很多人一到临床忘了，不知道怎么看病了。其实很多情况下不是中医不行，是我们自己不行啊，老兄，是你当医生的人不行啊。你不要说中医不行啊，当然中医不是能够包打天下，什么病都可以看得好，不可能。西医又行吗？他什么病都能看得好吗？一样，各个医学，两种医学都有它的优点，有它的缺点，我们互相补充。